做炸酱面，把这个肉用花椒面、酱油、料酒，然后先腌制一下，腌差不多之后再抓上干淀粉，锅里烧油，下肉，下洋葱，先炒香，加入两袋甜面酱，一勺白糖，最后加入少许的盐和鸡精，就出锅了。嗨，今天吃炸酱面，这个是馒头片，这个是大萝卜、黄瓜，又甜又水的，火了火了，嘿嘿。哇，馒头片裹了鸡蛋上锅里边煎的，